你覺得音樂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？他們沒有問題啊。現在開始特訓，連唱好一首歌的鬥心都沒有，你沒有資格留下。我要錢啊！你書都未讀完，可不可以唱歌啊？我不唱了，我媽都不唱了。我自己撐得很辛苦啊！不要再來這裡，這條才是應該走的路。我覺得我今次翻錯了你。成績表裏面可以有高分、有低分、有好、有壞之分，但是 music 是深深處最原始的聲音，不應該存有歧視。望住你的正前方，前面就是合唱團的終點。一個人最了不起的成就，無非都是找到自己。要信我的影子，相信自己，相信我。